还是在自己记忆里休息，明明也一直里面有没有想都不太明显，不能让我去见我的哥哥的一些人，一次一次在不知不觉偏执了地方的心，是爱不被爱就记着是自私，这一步的决心也无法释怀，不甘于与谁同归，那谁都不是实现。这一步来往就要换个传言，这一步为你恢复所有未来，不甘于与谁同归，在夜里反复想念。